Tina， 西班牙恐怖片，也叫酸色迷。一对异卵双胞胎的有着白化病的孤儿，从小在修道院长大到七岁，非常爱上帝。七岁时被一对夫妇领养到家中，这对夫妇叫罗拉和阿道夫。在婚礼，罗拉在婚礼当天痛死自己腹中的双胞胎流产，并失去了一只脚，被医生告知此生无法生育。罗拉经过痛苦的六个月的抑郁，终于走出来了，决定去修道院领养这对患有白化病的兄妹。丈夫认为他们长得太奇怪了，而且七岁了，太大了。然而罗拉说，他们只是个孩子，需要爱，我们应该给他爱和温暖。罗拉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不相信上帝，他是在自己遭遇不幸以后失去了信仰。然而孩子们欢乐的信仰，饭前要说感恩，家中挂满了十字架，令罗拉有点窒息的感觉。孩子双胞胎一系列古怪的行为，他为了妈妈咬杀他妈妈的狗，杀了咬伤他妈妈的狗为妈妈报仇，以为妈妈会为此骄傲，最后还离谱到把妈妈因上帝奇迹怀上的弟弟，把弟弟放在水中做洗礼。一系列古怪的行为最后彻底激怒了父亲，父亲一把火烧了他们的圣经，把孩子送还给修道院。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，上帝终于愤怒了，父亲因调节电时被雷电击中着火，全身焚烧一团火而意外死亡。最后困在信仰边缘的女主，在丈夫的葬礼上，孩子们围着妈妈祭奠死去的爸爸。难道人在做天在看吗？一切都是巧合吗？还是某种神秘的危机心灵的力量让我们相信我们不再孤单，与神同在？